很多鱼货卖的差不多了。今天的大鸡，一月份的大鸡，目前看起来摊位没有跟动，还是照原本的位置，所以看自治管理会应该是失效还是怎么样，不知道。今天大家生意不错，卖的差不多。你先给我赚，我不会，我没有算你们贵，你们也知道，我绝对不会给你们贵。有啊，你们有没有去逛一下？我帮你们处理好，等我一下，你们去走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帮你们处理好。你刚刚跟我说干贝的，我有三十斤干贝，大颗的，人家卖1200的，你们要讲1000块，大颗的。今天不能拿，我拿不了。没关系啊，下次再拿，我都再买。啊，我不会给你们涨价，我不会说过年。要吗？谢谢哦。这里全部1000啦，一点拿900块。这里称起来大概1000多块，全部900就好了。你走吗？全部。继续走哦。啊，欢迎康，欢迎北平，还有那个。继续往前走。一百，三百，三百，二千，两千。
750就好了，全部750块，有需要吗？哎，16只，一只才40块。要2公斤吗？没有了，剩最后了。2公斤，下修了哈。750，七大哥来，七爷去回来，七爷回家。哎，都给你看好了，我这个七爷。6只，你们没有吃，就是刚刚的冷茶。然后最后上来的礼物，你要多少拿？快找人家便宜。那你帮我各一公斤分开装，好不好？你要2公斤。我把海瓜吃两个300块。你们摊位现在固定了是不是？哎，还没有。还没有。还有需要吗？帮一个加100块，帮你100加200，加2公斤200块，帮你杀到好。200哦。啊，加2公斤卖你200块，我较细条，我嘛无法分。我帮你抬较好。嘿，迄银子也是百。阿无欢喜啦，今日来看来。虾仁鱼有100块，阿加嘛100。那个叫恰当。恰吗？阿公来吃，鲜鱼配他们会自己串掉。马票要吗？马票鱼哦。